从《延禧攻略》传到香港后，可谓是在香港掀起了一场大风暴。但是香港媒体的宣传方式可是让人大跌眼镜。接下来就让我来带领大家看看香港媒体的宣传画面，哈哈哈哈！香港媒体为了博人眼球，可是费尽心思的。不少网友调侃，趁港风的宣传辣眼睛，我们好像看的不是一部剧。对于这部剧，香港媒体的宣传点各不相同的。在网上的这一组宣传纯属娱乐八卦，是一组再休闲不过的宣传了。《延禧攻略》的传播也是多种多样的，在热播期间，你会从商业街上听到关于这部剧的插曲，并且可以从视频播放网站的后台上来看一看实际，了解香港地区的播放量是多少，这更具有实关系。同时，这部剧在脸书上的传播也是相当的火爆，脸书和外国网站也是香港人最爱的网络工具之一，所以当影视剧和社交网站重合，并且达到了一定的火爆程度，自然能够传播给更多的香港人。其实，从《延禧攻略》中，你可以看出，香港人对宫斗剧是有瘾的，有的将这部剧当作职场剧来看，从中学习一些技巧，有的纯属娱乐休闲，看看热闹。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能反映出这部剧在香港人中的欢迎程度。香港媒体的宣传标毫无底线，真的可以说算是标题党的鼻祖。这一系列的炒作风，要是在大陆的话，就很可能被封杀。接下来我说的这部电视剧可不是标题党了，它可是实打实的最美电视剧。《天机之白蛇传说》是由尹涛、刘国辉执导，杨紫、任嘉伦、毛子俊、李曼领衔主演的古装神话剧。一该剧由民间神话故事白蛇传改编而成，讲述了小白蛇白夭夭与药师公公上许宣前世今生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天机之白蛇传说这部剧是今年才播出的一部剧，是由杨紫和任嘉伦主演的，但是却在这部剧热播的时候被下线了。原因竟是这部剧太好看了，要上新播出了。但是通过会员看完这部剧的观众，我们应该都知道这部剧是从开头一直到结尾都非常的虐人。许宣和白夭夭两人在千年之前就已经遇到了，而当时放弃升仙的许宣为了白夭夭放弃了飞升仙界的机会，最后落得一个凄惨的下场，真是个悲剧啊。还有好多网友表示要给编剧寄刀片。首先被这部剧吸引的就是女主杨紫饰演的白娘子了。作为演正剧出身的童星，演技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在剧中也着实可怜，除了哭就是哭，哭的人肝肠寸断又不虐，看样子的哭戏就知道了。《天机之白蛇传说》电视剧自开播以来，依靠一流制作水准和全新的白蛇神话剧情，迅速点燃暑期档荧屏，持续获得好评与追剧热情。与此同时，同名官方正版手游自公布并预约开启，至今已有超过200万玩家参与预约，经过数次内测打磨，收获了玩家认可。